动车时，我的心肝也较后的，我就不准你摸囝你来领啊！你即马讲哪后悔？我袂赴啊！想无，我会当替我家己做一条鬼。顾耀云，我拄则是留你哦，我即马绝对袂放你走。大姐，有啥物？你来伫遮？俊豪招待我来遮泡温泉啦，安尼请你拄好啊，伫遮拄着你。是啊，是你。你条工，你条龙白条，你龙不管在内面，我刀条干啥？你要管着无？你把门拍开啊！大姐，你误会啊啦，我冇白你的门。阿伯，我替你偷看卖哈。哎呦，我都无加多啦，开袂开啦。这调迄温度的机器，敢那嘛歹去安尼？是讲奇怪呢？啊，人唔是有在讲，迄厝的那是办喜事哦。照你讲，迄人哦，拢会特别好温呢。啊，你奈甲别人无同款啊？啊，头一天娶新妇，林俊杰就拄着火灾，啊，母甲下半身瘫痪，啊，无再开药，阁袂生呢。啊，即马哦，锅底内底啊，就亲像一只土油鸡，安尼哭哭喊哭哭喊。林姐啊，啊，敢毋是你歹代志做收济啊？即马迄天公伯啊，想讲要互你报。我啥物？我知影，是你咧变鬼变怪。你把门拍开啊！你干嘛拍开？啊！你去！别去！哎！妈出兵！妈出兵！吴湘梅啊，你真的是失心不改呢！人李有志都讲跟你无关系啊，啊你搁走去群内甲人乱，搁甲人偷钱啊！好，你别安心，我今日无甲你杭州霸官，我就无叫郑春梅。哎，你误会了啦！我做你用的温台啊！我不是要去亂啦，我是想說讓人新人祝福你啦。你別再說白菜，我跟尤其根本就沒邀請你，是你存心走來亂的。大姐，這錢就亂放出去啦。會亂喔，剛才你就是這樣黏著我的啊。哦，剛才是我不對，我跟你回信的，算我拜託你，你代理問題都別跟我計較好不好？我剛才真的沒想過要害你啦。你莫阁骗解啊！你，春梅，我看，都会烘到变白骨的后颈。啊，不行啦，小姐姐，小姐姐，啊，大姐，我跟你跪啊，我跟你跪，我拜托你啦，我真正要把我做三跪啊，放我出去啊！你是来做好笑的呢？小段有志爱选你好去做接班人啊，你抓准做接班人真简单是？你今仔日做安尼就好啊，你莫有头壳有手腕有关节。你好心什么都无，凭什么做一片的接班人啊？林俊杰即马只是一个展会呢，是一个会人。以后敢有可能跟刘慧玲生什么婴啊？啊，无你是暗算哦，要让你甲大秘书哦。吴小美啊，我跟你讲哦，这款代志什么人拢讲袂准啦。医学这么进步哦，一定有办法啦。我跟你讲啊，这就叫做天意。即马就是天公伯啊，要让邱有英哦，再嫁再孙啦。你嘴给我放到清气的。做人伤过客气，叫你安尼软头轻滚。啊，当初是我心肝也较后的，我就不准你摸囝你来领啊！你即马讲哪后悔啊？我袂赴啊啦！想无，我会当替我家己做一条鬼。邱耀云，我拄则是留你哦，我即马绝对袂放你走。